来继续看今天的厨房哇，谢谢，走啊。好啦，找到座位啦！在餐点进来之前呢，先进入我们的黄金五秒钟的时间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哦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这个呢是酱烧，这个呢是美式。我现在吃酱烧看看，哦，好难吃，哦，哦，好软，哦，不太需要咬，是因为有骨头不好擦，哦，好软。真的好吃，我还是美式的，哦，嗯，美式的也好吃嘞，都好软，嗯，好吃好吃，嗯。哇，鸡肉！哦，好吃哎！没有鸡肉，还有一些生菜。接下来是番茄魔法鸡肉面，吃起来了，它肉也不柴，蛮猛的，哦，不错，挺大的面，有点酸酸的，不会很酸，很适中。最后一口，嗯，好吃。接下来是星期五香烤番茄，哦，好香，喜欢。第二个现在是，还有肉，还有肉的，这个啊，哦，好软哦，我都这么软。哦，好软，好，
锅就这样了。好吃。好，一起上啦！还有那个，这个是四季豆还是冰岛啊？不倒，你看吧。哦，这有哎，好吃。记得发到我的人生规模，下次见喽。